这间漫画店要拍好人呢。请财管啊！看这红仔车哦，虽然是有较旧啊，啊，不过嘛算是整理到足清气的。若是我会当甲头家参详，甲伊店这旧车，还佮有藏车书架拢买落来，那恁妈祖的迄间店面，连装修拢袂安怎做，直接甲书架哦拢藏入去，甲车拢摆好势，唔对，会当开店啊。啊，而且哦，漫画书嘛算是好卖的。头家，啊，我看你外口打工哦，这间店要拍好人，再问一下。你打算要拍偌济啊？五哥，大家拢伫个哦。我有心情好。你讲啊，啊这少年唔是咧无闲上课，到尾是哪有闲他来？啊，着先来挂两副果子啦。啊，摕着好康的，着先送过来啊。好康的，来啦，遐济啦。什么好康的啦？阿伯也看知影。哦，唔惊。哦，未歹哦。快好话哦，阮叫你一声兄弟啊，有够义气的啦。这是当然的啊。恁两个啊，啊，几杯啊，十几安尼欢喜咖呢，啊，无路用的。不是啊，虎哥。啊，这啊，册内底查某囡仔画甲一个比一个更较哦，你知影啦，就是啊，哇，这样这样，提灯去豆豆看，暗时拢敢做些水梦啊！你放心啦，这个菜哦只是前菜，啊，壁阁有正餐呢，保证让你大家哦食甲足饱的，快活似神仙。哦，真帅死啊！是安尼啦，虎哥。这个车哦，拢是我对一间要拍好人的漫画店摕来。啊，我看哦，迄间店内面哦，做一物件拢袂歹，想讲做一个甲伊买落。啊，不过头家的介绍哦，大较硬啦。哦。虎哥，你是上 keep 的，而且附近你的名声哦，嘛是下下叫。所以我咧想吼，你敢会当带这两个好兄弟去迄间店走一转，甲迄个头家讲哦，恁想要甲伊店面买落，开餐厅做生意，而且佫足着急的。安尼到时阵哦，好，来，饮茶啦。你的意思就是讲哦，到时阵你的餐厅的头家哦，就着急要把店的清出来。啊，这旧车啊、杂志啊、订茶啊，处理阁麻烦，伊头后去捡一个现成的翻译店。有可你果然英明啊！拄只我拢详细看过啊，迄间店就只个写真集啊、黄色漫画书有袂少呢。到时阵我全部拢送你，安尼我有够意思哦。五哥。咱就去行一撮，对无？就是嘛，跋一出戏尔嘛，就让迄个头家叫是阮要开大钱去做迄个店面，啊，毋是遐简单诶。对啊。啊，是讲你这个少年呢，最近真罕行呢，安怎？咱股票真够有赚哦。无啦，只是赚一点仔尔啦。所以你就是讲最近拢无欠？是真正无安怎欠啦。啊，不过既然我找虎哥你来处理代志，那无安尼啦，我甲你捧场，互你赚一寡利息钱，明仔载借我三万。三万？啊？三万你嫌伤少啊？那无五万啦，就安尼啦，伤济哦，我还袂起。虎哥，你这边利息哦，伤悬啊啦。啊，你这块有欠无欠，我敢唔知。我虎哥呢？我实在你偌久，我也唔知啊。啊，虎哥，你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这嘛是大家拢了解嘛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好好好，今仔这条我甲你处理。卖阁看我啦，咱吼来去烧几本啊，迄个顾目睭的灯来哦，大家也消遣一下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行，等一下，虎哥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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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有虎哥出兵，代志应该是无问题啊。等我甲虎哥借着钱哦，就先甲股票亏损的迄部分补起来，再阁想办法去外口趁钱摕来还。
问题是5万块未少钱呢，啊嘛唔知胡哥即届收偌济利息，唉，真正是愈补愈大坑啊！对啦，都有人要着急要做我这间店面啊，先讲叫你捡着啊！啊，我也无想要甲你加价，到有啥物？就安尼，三天以内，你只要三天以内花25万，啊，店内只个物件吼，你随时拢会使来搬走啊。三天哦，这样快啊！啊，我总是嘛需要时间啊。那么安尼啊，头家，你归去哦，去生活较俗个安那。哪里我随过去付定金，头家你等我啊！啊，杨立功啊，杨立功，你真正是天才呢！会当用这么小的价钱买落来啊，算你厉害啦！若是厝内人知道我这么高工价，一定就佩服我。哈哈哈哈哈！有好康诶，你带我去看卖啦。行啦，妈，妈，你哪毋起来啊，妈？哎，啥物好看诶啊？莫甲我惹麻烦就好啦。妈，你莫安尼嘛。我知我惹你生气，害你伤心。啊，毋过我嘛有想办法要弥补啊。拄则哦，我说好一间红仔册店诶头家，建议哦，甲伊店内所有旧册甲设备拢卖互我。谁叫你大主大义啊？哎，妈妈妈，你先别紧张，听我讲，吼。迄间红仔册店本来是要拍好人的，我就想讲，下当趁这个机会哦，把伊店内所有的漫画书甲书架全部拢买回来。啊，咱以后开店哦，迄拢用会着呢。我算给你听哦，迄个头家原本开价25万，后来哦，我就把伊讲价嫌东嫌西，知影呀？最后。你要看卖，我用偌济个小价买落，10万块，我用10万块甲伊头家买。25万，你用10万块甲人买？嗯。你有甲我骗无？无啦，我哪会甲骗你啦？我就抓。妈，恁囝是毋是足够啊？原本迄个头家哦，去我怒家哦，真正是无想要讲啊，伊就讲哦，归去啊，15万。店内所有册哦，拢总包我。啊，不过我无让哦，我阁坚持一直改读，一直改读。讲伊个旧册品质哦无好，安尼我袂好啦。最后讲到10万块，我看迄个头家哦，哦气噗噗的，规人拢要跳起来呢。妈，总共至少有6000本的漫画书呢，还阁有一寡罗曼史小说啊，旧个杂志。上重要的是有遐个书架，咱拢用会着的。本来哦，咱该开钱请木工，按规则慢慢啦。我详细看过哦，至少阁有80成真好用。小夸整理一下哦，款式全部拢会用留落来呢。妈，你莫阁想我去啊，好无？啊，我无经过同意，着提钱去买股票是我毋对。你应该骂，啊！不过我真正足认真诶，要替咱新开诶店省钱，你着袂当学了我几句，讲几句好听话哦。恁爸在世先生疼你啊，你做好代志嘛是应该要听什么好听话。阿姐在倒位啊？啊，离咱兜无远啊，着伫小学迄边。有人订金无？有啊，啊，毋过淡薄仔尔啦。我就是想讲哦，先倒来甲妈参详，问看你意思。紧带我来啦，无人会后悔啦，行啦。妈，你是莫着急啦，我甲伊讲好啊。啊哦，咱等下哦，就顺续煞推车过。
把家今仔日会当搬回来物件，拢总搬回来，行。等一下，规身躯安拢全搬，冰箱也有凉气，去啉一罐。就是妈，啊，还佫有，向我上亲爱的妈妈报告一件代志，今仔日我甲股票拢总卖掉啊，后日我得甲迄二十二班摕倒来还你，加两万哦，是赚的。你。加几加块，出头上济啊！恁爸无白疼你啊，佮知影想要趁钱倒来厝内面，即个就准拄煞。但是你也会记得哦，咱做人就是爱脚踏实地，莫想讲哦要一步登天，即个歹规矩拢唔通学，知无？是，报告长官，我知道了。心情会当变好，那呢，我去甲胡哥借钱，嘛算是有价值啦。想想对对。红吹迷离，瞬间回归。